那你姊妹大家平安，咱今仔日伫第二场诶礼拜中间，要来举行圣礼典洗礼，所以咱先跳开西门彼得这个使徒，咱来看新约中间的一个人物，叫做腓力。咱要开始领受上帝话进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主，我感谢你搁一遍主持我来到你的面前。来领受你的话，主啊，我恳求你教我三合之地，享受属天的智慧，让我会当明白你的话语，也让你的话会当刻雕在我的心顶面，成就我生命的帮赞。我恳求主帮赞我，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大家平安。咱今仔要来看圣经中间一个以传福音出名的人，叫做腓力。其实台语圣经是翻译做腓力，因为圣经中间有两个腓力，其中一个是十二使徒之一，所以中文圣经用腓力力量的力来称呼。另外一个就是咱今仔经文中间所描述的腓力，中文圣经是翻译做腓力，用利益的利来称呼。伊是初代教会所传出七个执事中间的一个。今日牧师也用腓力来称呼伊的名。腓力唔简单，忠心担任执事的工作，而且有一个真重要的特质，就是伊非常敖传福音。被使徒犯被害了后，教会受到真大的迫害。信徒四散出去，腓力伊就往撒玛利亚去，向当地人宣告基督的事。然后伊阁去四界去传福音，所以圣经称伊做传福音的腓力。这是记载伫《使徒行传》二十一章的第八节。上帝起造教会有真侪目的，咱综合来看，大概有五项目的。第一就是礼拜。让我们可以同心组织来敬拜至真的上帝。再来就是教育，教育就是训练培育信徒，让信徒的灵命可以进步。第三个就是团契交谊，就是教会透过团契小组，让信徒彼此相疼，互相关怀。再来就是服务，教会应该要透过一些行动去关怀需要的人，去做服务的事工。最后一个就是宣扬，也就是传福音，是鼓励信徒要去传福音，让万民成做耶稣基督的门徒。所以如果我们能对腓力来学习成做一个传福音的人，这样我们的教会就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，就是让人得救的教会，是上帝所欢喜的教会。所以咱要来看腓力这个人，伊的生命中间到底有什么款的特质。今仔日的经文记载一个故事，是腓力去向一个以索比亚的人传福音的一个故事。以索比亚在旧约圣经的名是古实，就是靠近今仔日埃及甲苏丹附近。旧的翻译做埃提阿伯。埃提阿伯的意思就是小大的面，意思就是讲乌色皮肤的人。如果咱来看亚利米书十三章的二十三节，伊安尼讲，伊讲古实人怎样改变皮肤呢？白怎样改变斑点呢？所以咱会当了解来讲，古实人还是讲埃提阿伯，还是讲伊索比亚，伊是皮肤乌色的人种。一开始有一个天使对腓力讲：“讲你出发往南去，对迄条对耶路撒冷通往加沙的路上去。伫遐，你会拄着一个以索比亚女王的太监。这个太监是以索比亚女王甘大基手下掌管银库的财务大臣，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。伊去耶路撒冷敬拜上帝。”在会堂的中间，这个人坐在车顶面在读以赛亚书。
圣神搁一遍对腓力讲：“你行过去，靠近迄个车来对伊行。”腓力就走到迄个太监的车的边啊，靠近车。伊听见太监拄啊咧读先知以赛亚书，伊就问伊讲：“你所读的，你够明白啊？”这个人回答讲：“除非有人指示，无我怎样会当明白？”所以，伊就邀请腓力上车，甲伊坐做伙。伊当时所读的迄段经文是：伊亲像一只被牵去杀的羊啊，亲像一只在牧人手下的羊羔，点点无声。像是伊也一言不发，伊忍受凌辱，无人替伊主持正义，也无人会当指出伊的罪行，因为伊伫世上的性命已经到了尽头。太监就问腓力讲：“请给我指示，先知这段话是指什么人讲的？是指伊家己，也是指别人？”所以腓力就开嘴，对这段经文开始，用伊讲解关系耶稣基督福音的代志。然后因经过一个所在，路边有水，这太监就讲：“这有水，我敢袂当伫遮接受洗礼。”太监就吩咐停车，腓力就甲伊做伙落车到水里替伊行洗礼。就安尼，腓力就带领这个以索比亚的太监来认捌耶稣，得到救恩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对这段经文中间，咱来看腓力到底有啥物款值得咱学习的。首先，第一项，要成做亲像腓力同款一个传福音的人，爱顺探圣神，因为腓力是一个顺探圣神的人。咱来当对《使徒行传》第六章来看，圣经记载初代教会设立的时阵，温度的数目日日增加，但是迄个时阵却发生一件代志，就是讲希腊话的犹太人，甲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中间发生了冲突，有了争执。讲希腊话的犹太人，因埋怨讲，使徒伫分配每一天生活费用顶面，疏忽了因中间的寡妇，所以使徒就召集信徒，然后对中间去选出七个执事来管理这些代志。啊，竞选的条件，圣经安尼讲。讲爱对恁中间选出七个有名望、受圣神充满、各有智慧的人，互因来负责这件代志。所以腓力就是这批被选出来七位中间的一位。而且所讲的有名望，是指伫生活顶面有好的见证；被圣神充满，是指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，互圣神来管理伊生命中间一切的人。所以咱能了解，腓力是一个受到圣神充满、受圣神掌管、完全顺服圣神的人。而且伫圣经中间，咱看见着，当天使往对腓力讲：“你出发往南行，对耶路撒冷通加撒的路顶面去。”咱会当拍开地图来看，咱会当看出，对这耶路撒冷的山顶，经过希伯伦。搁往下面行，一直行到海边，至少要有七八十公里。路中要经过旷野，才会当到伫即个地中海边啊的加萨。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有用一个括号来表示讲这条路已经荒废。所以和合本甲台语的圣经拢讲，这个所在是一个旷野。亲爱兄弟姊妹。如果换作是咱，咱心内安怎想？讲天使到底够用得？爱我走去遐尼远的旷野去做啥物？若要传福音嘛，爱找一个人较济的所在，才会当去传福音，才有效果。哪有人传福音走去已经荒废的路，走去旷野咧传福音呢？应该是无人安尼。但是腓力是一个顺探圣神的人，伊听天使的话。伊无任何怀疑，无任何问题，就出发往加萨去。结果伫中途拄到一个较无精力，但是却需要人协助的人。
而且伫整个传统因的过程中间，咱看见着，非得一直顺探圣神的引带，才会当完成这个使命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如果咱若要成做一个传统因的人，咱的确爱顺服圣神的带领。事实上，若无圣神做工，咱传福音一点仔也袂当有效果。我对过去无过到今嘛，常常有拄到有一挂人来教会礼拜，啊，过一段时间因接受洗礼，啊，这洗礼单顶面有时阵爱因填写一挂资料，顶面拢有一个格，就是讲到底啥物人带你来教会。常常有一挂兄弟姊妹，伊即个拢是空白。啊，牧师拢会问伊讲，啊，到底是啥物人带你来教会？伊讲无人带我来，是我家己来。啊，其实牧师真实去明白，真正是圣神亲自带领因来。所以咱传福音真正爱挖靠圣神的规律，无一点仔效果也无。接续咱来看，要成做一个传福音的人，咱爱智慧充足。圣经中间讲，这七个职事是爱有智慧充足的人。智慧充足是指甲上帝有上帝所赏赐属天的智慧。咱来看伊对人传福音的时阵所使用的智慧。首先，伊有用智慧来听。咱看见着伫一个旷野中间，当迄个车咧走。咱来理解地讲，迄个时阵的车甲即卖车无共，完全无共款，会发出真大的声音。而且迄个时阵的路无亲像今仔的路遐尼平稳，但是菲利伊会当听见即个伊索比亚的太监伊咧读以赛亚书，伊用伊的耳孔真详细去听，真细腻去听，去听太监所讲的话。有一挂人抓做讲，传福音就是去讲，将福音讲予别人听。这当然无唔对，但是如果传福音是讲，安尼传福音就太被简化。其实传福音首要爱学习的就是爱学习去听。有一本册叫做《主工人的性格》，中间提起着咱咧听有三个层次。第一个层次就是，听会晓别人讲出来的话，听捌别人讲出来的话。啊，第二个层次就是讲，听这个人无讲出来的话，就是讲伊咧讲的话中间有其他的意思。最后一个层次就是，听捌这个人属灵内底真正需要的话。所以，咱爱求助帮助咱，至少爱听会晓，听清楚别人所讲的话。才能去帮助对方，咱去听咱四周围厝边的声音，无论是喜乐也是悲哀的声音。有喜事的人，咱就可以同欢喜；有痛苦，咱就去来关心，去来代祷。真侪失丧的灵魂，都是因为安尼被主得到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姐妹，咱第一项代志，就是爱学会晓静心去听。有智慧去听。第二项，咱看见着菲利吼，伊把握迄个时间吼，有智慧去发问。菲利伊真清楚，太监咧读的是读以赛亚书，所以伊接续伊就问讲：你所读的，你够明白？菲利去找着这个福音的切入点，问问题其实是一个学问啊。每种拢会晓问问题，但是好的问题会当去得到问题的中心点，问到的问题可能就成功一大半。咱去找医生，医生通常为着判断咱的病情，会问咱一挂问题，正确的问题，正确的回答，才会当帮助医生去做判断。相反，咱来明白人的问题，才会当真正去帮助伊。啊，咱最近常常咧看这疫情记者会，有看到真侪人咧问问题，问到问题，互咱会当得到真侪真好诶信息。但是，一旦问唔到问题，有时互咱咧头顶三条线，真正感觉讲要回答诶问题，心内诶，这人心内毋知到底
在想讲到底要哪回答。所以问问题实在真重要，咱来有智慧去问正确的问题。第三项就是讲，咱智慧去听，然后智慧去问，了后咱嘛爱有智慧的回答。咱接续来看，就是伊用智慧回答伊。为什么腓力会当有智慧的回答？因为第一项伊对圣经真熟，所以太监咧读的时阵，伊马上就知影，这段经文是出自以赛亚书。腓力被请就写了，太监接续就问伊讲：所读的经文是指什么人？是指上帝家己，或者是别人？腓力因为伊真对这个古约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真熟。啊，所提到的内容嘛，伊嘛真熟，是咧讲受苦的萝卜，所以伊马上会当回答伊，伊对着圣经非常熟，而且伊阁做正确解说，伊明白这段圣经要安怎去解说，所以就开嘴对这段圣经开始啊，对太监传讲基督，指明耶稣基督就是应验旧约预言迄个受苦的救主。最后一行就是伊有智慧的行动，接下咱来看，就是伊把握机会做有智慧的行动。因为因伫讲这个代志的时阵，突然间车经过有水的所在，太监就对伊讲：“讲这有水，我敢会当伫遮接受洗礼吗？”和合本的圣经有一段细的字，第三十七节安尼记载讲，腓力讲。你若一心相信就会使，伊回答讲：“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子。”所以太监既然坚信，所以因两个人就来到水边，腓力就为伊行洗礼。这就是马上行动的智慧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咧对别人传福音，一定爱有这四项智慧，爱有智慧去听，爱有智慧去问。爱有智慧的回答，爱有智慧的行动，一定会产生效果。最后，咱来看一个传福音的人，其实会鼓励因全家去服侍。这段圣经安尼讲，最后因对罪人起来的时阵，主的心将腓力带走，太监无搁再看到伊，伊继续欢乐，满心快乐。后来有人伫阿索多拄到腓力，伊行遍迄一带的所在，伫达春镇宣讲福音，直到伊来到该撒利亚。所以咱看见着这段经文，咱就知影，伊后来沿着地中海东岸往北边去传福音，最后住伫这个该撒利亚。经过几落冬了后，咱做伙来看《使徒行传》二十一章，而且记载保罗传福音到了该撒利亚的时阵，经文讲第二天，阮离开遐，到了该撒利亚，就到传道人腓力的厝去，甲伊带做伙。伊是伫耶路撒冷被选出来迄七个助手之一，有四个无结婚的查某囝，拢有传讲上帝信息的文书。咱看见到伊所起造的家庭，伊带领伊的查某囝服侍上帝，那亲像约书亚所讲的，轮到我甲我的厝，阮的确侍奉耶和华。伊准备家己，伊也准备上帝的产业，敬虔的服下，互伊食做上帝的器具，互上帝来使用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传福音是咱一生的事业。是值得咱全家做伙来服侍工作。圣经安尼讲，讲亲像圣经所讲的，既然呼求主的名的人的确得救，但是因无信，怎样呼求伊？无听怎样信？无传怎样听？无奉差派怎样传？拄啊亲像圣经所讲的，传福音的人，因的脚镣偌尼啊水，愿上帝使用咱。让我们吃做一个传福音的人，吃做别人的祝福，让我们的教会可以吃做一个传福音的教会，吃做这个社区
这个城市、这个国家的祝福，咱当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我感谢你，你透过传福音的会议启示我，我会当装备我自己，靠着圣神的启示，靠着主你所赏赐属天的智慧，让我会当完成你交代我传福音的使命。恳求主帮助我，我把握机会做美好的事工，来荣耀你的圣名。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